来来来，好多得真水开。爸伫个所有人面头前给我洗面，我嘛是同款无放弃，希望会当说服爸，让我继续留伫个公司。结果咧，你一句话拢无替我讲哦，即马佫对我讲这个话，你是让我多细心的咧。不要替你讲啥，啊叫爸把你留伫个公司，然后把你放伫个第一线，和遐记者讲起啊。你也知影咧，只要你伫个公司，遐个记者就会来找你的麻烦。不管你讲啥，拢是唔对的啊！只是增加伫爸面头前扣分的机会。我无替你讲话，是咧保护你。而且，我嘛感觉爸的决定是对的。搁再讲啊，面对遐记者，你煞无法度替你的大事讲话，你袂感觉讲足痛苦、足为难的啊？哪来面对恁爸，你无法度替我讲话，你即马敢有感觉痛苦、感觉为难？无。因为我知影，我即马安尼就是对的。那安尼你就无资格质疑我，是不是？对阮大姐痛苦啊，为难。因为我嘛知影，要安怎做，才是对咱两个上好是对的。啊，所以是讲哦，只要为着咱两个好，遐个记者哦，对恁大姐任何无情的报道，你拢会当无感觉。当然嘛，无可能无感觉啊！你真正讲袂顺车呢，我安尼就是有我的道理。只是讲，恁两个是咧创啥啦？啊，三更半夜歪困，啊，吵到这么大声着，啊，你唔惊你爸听着？好啊，卖阁吵，小夏，卖让妈妈歹做人哦。威廉，好好好了，我听了，啊，明仔哈，都要上班，有啥物代志明仔就要讲了，赶紧休困。我到底是在创啥啦？威廉讲的嘛是有道理啊，我是安怎要把焦点拢放伫伊无替我讲的这件代志顶面？以前我即马排卵针拢已经做啊，吴刚和威廉跟我咧结气，安尼是变生囡仔。说啥去啊？明仔哦，才找机会放两卵，威廉应该真紧就别对我生气啊。关系要哪处理小川这件代志，小夏有提出建议，听起来佮真有道理，啊，不过唔知安怎。我哩感觉唔知倒位怪怪咧。小秋甲咱烦恼小春的代志困袂去，伊准备做薰衣草茶，讲是较安神，啉了也较好困。你试看卖咧。哦。这吼，茶吼真好啦，啊，不过茶咱要睏之前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吼，咱来小处理一下。啊，你是要讲啥？我吼有一个想法，是我个人的想法咯，甲任何人拢无关系哦，吼。你听看卖啊，看敢有法度真正甲小春斗相共着嘿。是安尼啦吼，我咧想讲小春这件代志啊吼，咱敢袂当暂时啦，我是讲暂时吼，先甲撒去洪先生遐啦，啊，咱吼来转移这媒体甲新闻的焦点，啊，趁这机会，咱紧替小春来争取这小汉堡的干部权，啊，然后呢？你老实讲，这什么人给你的建议？无啦，哪有啥物人？我对我甲你讲，啊，就是我家己的想法尔嘛。啊，就是咧想看，莫讲唔知会用的，无，我们才提出来甲你参详。我甲你做阿母几十年啊，你唔是会有迄种自私想法的人？你讲是啥物人给你的建议？是唔是小夏？啊？
那有啦，无可能是小夏啦，你莫哦对小夏有意见，当那么想对遐去啦。啊，搁再讲，我感觉这个想法听起来袂歹啊，啊，你现在感觉自私？听起来，所以你承认这是你听来。你头壳是咧想啥？你今仔才甲洪先生讲，家己人疼家己人，那一回头你就改变主意啊？人前手牵手，人后下毒手，这种感情哪会做会出来？你的心肝敢过会去？这严重哦！迄嘛才是一个想法，也毋是真正要去做啊！啊，你若感觉无好，咱搁另外想办法就好啦。嘿，丽英姐，这件代志我会追究。讲较歹听的，这件代志，洪先生想无辜，啊，咱欠伊这么大的人情，无遐多害，安尼就断拄煞，啊，哪会当颠倒过河拆桥？我无稳准咱厝内底会有人做这种代志。你老实讲，是甚么人给你的建议？你若是唔讲，你就莫参我讲话，我不爱听你讲白话。飞弟，你是小夏就对了。哪是甚么人？你讲啊！你手机啊起来！你摕我手机啊要从啥？我看甚么人打电话给你，跟你洗脑，说到你遐头壳无清楚。你手机啊起来！莫安尼啦！好啦好啦好啦，我跟你讲啦，是小夏跟我讲的啦。啊！不过，那是我甲逼啊，伊才会甲我斗想办法，伊嘛是无考虑遐济，你莫怪伊啦。所以你伫电话内底，你嘛认同伊的建议。啊，都想无破啊！我毋知想讲吼，认真思考一下，这个方法敢真正会用的啦。你是安怎做人是大诶？小夏有这种自私的建议，你得爱苛刻伊，给伊正确的观念，爱伊取消安尼的想法。你无安尼做，等到甲伊同款，啊，即马过来找我参详。你是安怎想的哈？想查某囝，无人想到安尼啦。哎，迄个想查某囝有啥物关系啦？人小夏嘛是咧烦恼因大姐迄监护权的代志啊。万一小汉堡的监护权啊，真要扣甲伊两个老抢去。我要跟你保证啦，咱小春霸面就起笑啦。啊，搁有哦，人小夏姐知影讲哦，你的手的这件代志受伤，伊嘛足唔甘的啊。啊，为着吼，伊会想这办法，干来想要吼保护咱一家人尔。为着保护家己人，去伤害别人，那是安尼，咱甲靠家的人有啥物无共款？因为着保护因的孙，强奸父权，伊唔才会挖坑，让小春甲洪先生跳。敢讲？你认为伊的做法是对的，是毋？对啊。啊，我的头壳像巴拉鸡结着哟。无怪我这感觉，毋知倒位怪怪。好佳哉哦，我有找你参详，也是哦，你头壳较清楚。回不啦，失礼啦。回不啦，别生气啊啦。你嘛知影，我若拄到查某囝代志哦，我的心思会乱糟糟。我想讲要甲斗三工，我惊会去甲害着啊！啊，想来想去，我就规个拢想甲乱去啊！我知影我唔对啦，你原谅我啦。好啦好啦，无我你拍拍啊吼，你欢喜吼，来。啊！我手来疼啦。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我袂记啦，我。小小小小哦，无啦，莫生气哦，我知唔对啊，真正哦。我唔是咧生气啦，我是咧烦恼啦。烦恼小夏。小夏为着保护厝内底人，伊有这个心是该好，要唔过伊这种方法是唔好诶。伊这种为着达成目的，不择手段的方式，会害伊家己愈惊愈骗。伊即卖的环境，无亲像伫个厝内底时阵这样尔单纯。伊需要面对真多的困难，也是拢是用这种的态度来处理代志。我烦恼以后
伊会害到伊家己。我本来吼，我想要解决问题尔，啊，那问题无解决，所以我加一条问题啦。安尼是要安怎啊？连做排卵针的时阵，拢袂输的是咧提醒我，伫林家的痛苦。我这个年纪，想要替林家生一个囡仔，想要得到大家认同，所以拢无一个人徛伫我身躯边支持我、陪伴我。当初威廉声声句句讲要保护我，也过就伫我互爸听话的时阵，伊嘛拢无支持我，替我讲话。本来结婚是为着想要有家己的家庭，想袂到结婚了后，我的心煞感觉搁较寂寞，搁较艰苦。我也记得小凤有跟我讲过，这叫做火花兰。火花兰的花语是：忘不了的人。本来阁想要替业家甲林家解决问题，想要到最后，问题煞变作我家己的。不行的，我真无简单，才行到这一步，绝对袂用放弃。我还阁较拍拼，一定要想办法挽回一切。爸妈，威廉，家仔，阿姐早顿哦，我拢穿好势啊，恁家豆豆食。哇，阿姐你澎湃着，小夏，阿姐拢是你一个人准备的哦。阿是透早就这么无闲来穿早顿，真辛苦呢。没啦。啊，小夏。阿舅代志叫阿曼做就好啊，阿你阿就这么辛苦啦。啊，我家己上班有那遐尼侪年啊，嘛知影恁伫个公司上班哦，做动头脑的啦。啊，干那我一个人踮伫个厝内底，因无代志做，我咪是感觉足歹势，所以就想讲至少替恁穿一顿啊，啊营养均衡的早顿，会当尽我做人媳妇，也够家后的责任。彩阳，你看，照顾你上海一大饼包小饼呢，你已经足久无吃着啊！你看小夏，佫这么有心，啊，替你特别传的呢。之前哦，我常听阿妹来讲，这大饼包小饼足歹卖的，啊，今仔日我去排队才知影，原来是甚物原因。原来这大饼包小饼一出来呢，吼，啊，大家就拢随抢了了啊，好佳哉，我有提早一排。既然爸佮意哦，以后我着较早起床诶。啊对啊，我知影爸最近较忝啦，啊吼，目睭会较疲劳，所以我专工有煮一锅枸杞茶，啊一请妈，你早去公司互爸啉。啊，好好好，谢谢。
爸，啊，一杯精力汤是要让你今麦啉的哦，让你营养均衡，免疫力增强。你这早顿传了就好诶，这就表示讲，因为你这厝内代志做了真好，表示吼你适合踮咧厝内做家务事啦。系啊啦，若是爸从今以后要我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，那安尼我就无机会搁倒去公司啊。大家拢知影吼，小夏练得真好。啊，你叫伊伫咧厝里做家内事，安尼真正就无彩。那卡叔讲，你是烦恼吼，小夏做咱公司的发言人，会去有媒体对这个产品的报道失焦吼。啊，咱会当叫小夏卖出面啦，要伊负责这幕后计划部分，安尼就赢啦。所以啊，我认为，我吃吧。小等下公司还有一个会议要开，公司，咱就要准备了。出来，你真正就拍拼的，啊！你的表现嘛真好啊，表现好有啥物路用啊？认真嘛无路用啊，唔管我看安怎做，爸就是无满意。爸唔是对你无满意，啊！伊即马等伫个红花头，伊无甲你接边吼，就是对你上好的态度啦。啊！即马你若是要去说服伊吼，等到会互爸更加反感。阿爷脾气我了解啦，伊上无介意的，就是有目的的献殷勤。啊，所以啊，你有甲平常时同款就好，真正无需要特别去做任何的代志啊。咱敢毋是讲好势要做伙拍拼？我即马遮尔认真哦，你是毋是应该甲我斗三工，替我加讲一寡好话，好有机会当倒去公司上班啊？小夏。啊，即摆吼是过渡时期，你着较忍耐咧。我相信这状况哦，一定会改善的。啊，假使讲哦，你伫咧厝里上无聊，也是讲你的心情上压榨，你着摕我送你的黑卡去 shopping， 去买物件，安尼好不？威廉，我的人生目标毋是为着有钱开就好，我嘛希望伫我的。哎，徐董，搞啥？哦，你讲见面的时间，哎，该做是八点半呀。好，无问题，我即马就赶过。OK， 拜拜。小夏，来公司的客户徐董，要赶中昼的飞轮机啊，所以我甲伊的早茶约会就要提早啊。啊，早顿你家己食，我先走啊。
你起床啊！爸超工不爱甲你叫，就是要让你加休困一挂。哎呀，歹势啦，弄个十点晚，我今晚来宽岛，阿伯伯付租给恁家。哎，范姐，来，别烦恼啦。恁那个大心的翁吼，讲今仔中昼伊要煮，你只要坐等食饭就好。恁衫拢收入来啊？唔但收入来，我拢织好啊嘞。妈，这个衫我先帮你摕去房间放哦。妈，来坐啦，出来哦，应该整理拢整理好势啊，免烦恼。啊，恁代志拢做完啦，啊，我是要做啥物啦？做日本人啊，闲闲没代志啊。这几天哦，你想过超烦了啦，啊，阮大家拢足烦恼的啊，所以决定哦，今日要来好好休困。唔对，今仔日哦，绝对要让你闲闲到会当翘脚咧睡手。啊，佫有啦，即平常时啊吼，我较阿爸，即个遥控器拢占掉掉。今仔日即个所有权交予你，你要存倒一台，袂甲你抢。这个代志我已经做这么多年，我从来袂感觉忝。会当为这个家付出，我感觉是真幸福的代志。啊，今仔日看恁为我做这么多，确实让我心肝内感觉真温暖。虽然即阵仔厝内底有淡薄仔状况，也毋过我相信，只要大家同心，一定会当真紧度过这个难关。妈，多谢你为这个家付出，也真多谢你，我遐尼侪勇气去面对所有代志。你愈来愈坚强，我们都放心嘛。对啦，迄小蚯蚓公司哦，安排伊参加迄三天的咖啡研习营啊，透早出门啊。伊特别甲我交代讲，爱我甲你讲，讲伊人无伫，啊，毋过心伫厝。对啊，二姐嘛有敲电话转来，伊讲咱家若是有啥物代志，伊会随时转来。一支草，一点路，我相信，不管头前的路有我黑暗，我歹行，咱一家伙啊，只要手牵条条，就啥物拢唔惊，对不？是啊。去开门。好。